欢迎大家收睇今集嘅漫游百科。全球暖化已经唔系大新闻，可能未必得到你嘅注意，但系当你发觉夏天越嚟越长，冬天越嚟越短，同一日嘅温差好大，又打台风，又落暴雨，极端天气其实就喺我哋眼前，成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如果你再不做好预备，那灾难来到的时候又可以怎样面对呢？香港天文台举办全球变暖下的灾害应对论坛，香港天文台科学主任唐幸伟会同大家回顾过去100年香港气候变化的证据。香港天文台其實有超過100年的歷史，我們在差不多同一笪地方其實有超過100年的氣象記錄。透過這些咁長的數據，其實我們很容易看得到氣候變化和本地的城市化對於我們一些極端天氣或者氣象的因素有什麼的影響。舉例來說，最明顯我想大家大眾市民可以感受得到的就是所謂的酷熱的天氣，似乎是近年是越嚟越多嘅。相反寒冷天氣都仲有，但係我哋透過依個資料嘅分析都見得到咧，就係似乎係越嚟越少嘅。我想問一下大家有冇聽過巴黎協定啊？有人舉手，有冇人聽過巴黎協定啊？都有嚇，都有。咁巴黎協定是不是巴黎協定談好了之後就代表了這個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問題就解決了啊？是的，可不可以舉一舉手啊？即是我們已經沒有這個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沒有這個 greenhouse gas 的問題了，都沒有的，那非常之非常之理想了。因為我怕大家以為呢巴黎協定大家見到張咁高興的照片大家舉了手呢，就以為呢那個問題呢是解決了，但實際上是未解決的。二氧化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溫室氣體，亦都是導致全球變暖的最主要的元兇。但是大家可以見得到那個實況的觀測，由2015到去到最近2019年，基本上我們都還未見到二氧化碳的濃度是有一個放緩的跡象。即是換句話說，縱使大家聽了很多什麼巴黎協議啊、什麼減排的工作啊等等，實際上我們仍然是觀察不到它有一個放緩的跡象的。就是2015去到18年是有紀錄以來最暖的4年，這個就是過往150年的溫度的紀錄。很清楚見得到整個地球的平均溫度是有一個很明顯的上升的趨勢。2015-18至18年就是有紀錄以來最暖的4年。2019的未完結就還未知，不過相信也是名列前茅的了。氣候變暖有什麼的氣候變暖有什麼的後果呢？第一件事就是溫室氣體的排放越來越多，溫室氣體的排放就會導致到溫室氣體的濃度上升啦，會加劇了那個溫室的效應，導致個氣溫就會上升啦。跟住第二樣嘢咧，就會導致到陸地的冰雪的融化同埋海水受熱的膨脹咧，就會導致到嗰個海平面咧就會持續上升啦。第三樣嘢咧就係嗰個大氣的環流咧，亦都會因為依個氣候變化改變啦，咁啊就會加劇咗個水循環。降水的區域性的差異就會增大。什麼叫區域性的差異呢？就是乾的地方就有可能越來越乾，但濕的地方就有可能越來越濕，即換句話說，有一些地方就會越來越容易出現一些極端的降水的事件都未定。全球變暖和極端天氣的事件有什麼關係呢？首先第一件事大家都可能要知道的，就是其實在一個在一個沒有全球變暖的情況下，我們都有可能有一定的機會率是會出現一個極端的天氣事件的。但是在全球變暖下，我們其實全球變暖是會增加了這一類極端天氣事件出現的概率的。簡單介紹一下，就是譬如以溫度為例，
我哋咧都係温度咧，通常都係即係以一個常態嘅分布啦，嚇係一個 bell shape， 所謂即 bell shape 就係一個好似鐘嘅一個分布啦。咁啊，多數嘅温度咧都會集中喺中間嘅，即係譬如夏天嚟講就可能係即係28-30度。咁但係咧間唔時咧都會即係有一啲機會率咧就會出現一啲33、35甚至乎36度。嘅温度，咁呢一類咧就係極端嘅天氣事件啦。咁如果我哋嗰個地球係變暖嘅話咧，咁成個所謂嘅 bell shape 咧就會即係向咗去暖嗰個方向咧去移動，咁咪變咗咧極端炎熱嘅天氣咧就會越嚟越容易出現，相反咧就係極端寒冷嘅天氣咧就會係減少。如果我哋係即係照住我哋而家嗰個排放嘅速度係冇任何嘅減緩嘅話咧，咁有可能去到世紀末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好少呢啲寒冷嘅天氣嘅事件發生㗎啦。極端天氣有好多種，包括熱浪、寒流、暴雨同洪水、干旱、颶風、龍捲風等等。其实香港经历的极端天气究竟有几多种呢？会不会是几种同时出现呢？其实好像打功夫的，我们怎样对着这些灾害，其实打功夫第一件事，如果你知道有个很强劲的对手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你会首先要清楚自己本身有些什么缺点，有些什么地方是会漏招的先。咁所以咧，係面對一個全球變暖，或者係一個越嚟越多極端天氣事件出現嘅一個背景嘅底下，其實我哋首先要了解香港究竟有可能出現啲乜嘢類型嘅災害先嚇。咁最簡單嘅辦法咧就係睇翻歷史咯，因為歷史發生過嘅嘢就好有可能喺未來咧都會重複再發生多一次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去睇翻香港過往出現過一啲乜嘢嘅災害啦。譬如最簡單就係極端酷熱嘅天氣啦。咁啊最熱嘅日子究竟係有幾熱咧？喺香港咁啊，原來2017年8月嘅時候咧，就出現過一個極端嘅高温，就係36.6度。咁啊，備註咧就係咧，其實佢啊同一個超強颱風天鴿咧係即係相關嘅。咁啊，之前亦都有幾個例子咧係出現過一啲高温咧係超過36度嘅。咁啊，其實大家都見得到咧，通常咧都係同一啲熱帶氣旋有關嘅。咁記錄嘅頭四位咧都係以一啲熱帶氣旋相關啦，係位於台灣附近熱帶氣旋相關。咁佢點解會帶嚟一啲酷熱嘅天氣咧？就係因為有一啲好有一啲下沉嘅大陸性氣流啦，咁同埋咧就係啲風咧就比較細啦，咁啊不利散熱啦，咁同埋咧就普遍晴朗啦，同埋即係較乾燥嘅天氣，咁啊有一個好強嘅日照啦。咁啊依一個咧就係天鴿嚇去香港喺依度啦嚇，天鴿喺個中心係位於依度啦嚇，8月22日嘅時候，咁啊距離香港都仲有一啲距離嘅。咁喺佢前面咧，其實有即係你見到依一張衛星雲圖咧，就見到香港其實有少少晴空區啦。咁所以我哋當其時個天氣咧係相對地仍然係即係非常之好嘅。咁再加上咧，其實沿岸嘅等壓線咧就係即係比較疏，咁所以咧就係風咧就比較微弱，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導致到咧我哋會出現一啲酷熱嘅天氣嘅情況嚇。咁不過咧，頭先見到幾個例子都係即係超過36度嘅例子咧，咁其實都係同呢個熱帶氣旋咧，喺即係南海附近或者台灣附近咧係有關。咁但係咧，呢啲咧就所謂有辣有唔辣啦，有辣有唔辣點解咧？就係、是、通常呢一啲嘅熱帶氣旋咧，都係影響你即係一或者兩日或者2至3日，就唔會好長嘅，因為咧嗰啲熱帶氣旋咧就係識喐嘅，咁佢喐開咗之後咧，咁我哋咧就一係就係佢打埋嚟啦，咁我哋會落雨就會涼快翻少少啦，一係就係佢喐咗去第二啲地方，咁我哋開始受到其他嘅天氣系統影響，咁我哋就開始冇咁熱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亦都過往咧出現過一啲所謂嘅熱浪，熱浪嘅意思就係長時間咧，佢可能去唔到36度，譬如喺依個例
例子，2018年5月嗰個一段好長嘅時間非常熱，佢唔係飆到36度嗰啲日子嚟嘅，咁但係咧佢係長時間咧就係喺即係33度。或者樓上出現，咁啊呢啲咧就係即係高温時間比較長啦，咁啊日照多啦，同埋雨量咧喺呢一段嘅時間裏面咧都係比較少嘅。咁啊呢啲咧亦都呢一類嘅所謂嘅熱浪嘅事件咧，亦都係即係有另外嘅一啲嘅影響啦，可能會影響到你人嗰個健康，因為你長期啦，就唔係講緊一兩日或者兩三日都供。咁短嘅酷熱嘅日子，而係講緊一個長時間酷熱嘅日子，咁呢啲咧嗰個所謂嘅 impact 或者係嗰個影響咧就會比較大少少啦。熱度效應係明顯嘅，香港咁啊，始終我哋喺嗰個市區裏面咧都係好多嘅石屎樓啦，咁所以即係石屎樓就容易吸熱啦，咁啊夜晚嘅時候就放翻啲熱出嚟啦，咁所以我哋夜晚嘅時候個温度比較難去下降啦，咁所以同時間我哋亦都留意得到就係即係喺全球暖化同埋即係依個所謂嘅熱度效應底下咧，其實市區係多咗好多熱夜嘅。咁我哋睇翻嗰個那個趨勢啦，咁喺左手邊咧就係、是、其實係我哋天文台開台之後嘅頭嗰30年嚇嘅一啲統計嘅數據，咁右手邊呢個咧就係、是最近嗰30年嘅一啲統計數據，咁大家都見得到好清楚，見得到咧就係、是、熱夜啦同埋酷熱嘅日數咧，其實係有一個增加嘅趨勢，咁呢、這個嗰、那個原因咧就好清楚係同一個全球變暖。同埋本地嗰個城市化咧係有關嘅，相反嗰個寒冷嗰個日子咧就係即係係有一個慢慢減少嗰一個趨勢嘅。咁啊，依個係另外一個比較有趣啲嘅統計，就係、是、統計翻咧每十年咧咁樣數翻咧，就係、是、天文台究竟有幾多日咧係嘅嗰個日嘅高温咧係超過或者等於35度。咁你見到咧係60年代依度係60年代啦嚇，1960至1969年，60年代之前咧係比較少出現35度高温嘅日子嘅，嚇咁但係即係60年代打後咧，尤其是係最近嗰10年咧，大家見到35度嘅日子咧，就係即係明顯係多咗好多。咁60年代點解呢個又飆咗上去咧？咁啊其實咧就係同1963年，大家記唔記得發生咩事啊？63年。唔記得63年就制水啊！嚇制水你可以想象得到啦，就係一啲非常乾嘅天氣啦。咁即係亦都同時間咧係即係其實係非常熱嘅嚇。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嗰個60年代咧就係即係飆咗上去。咁但係咧依個更加明顯啦，依個就好明顯同依個氣候變化同埋本地城市化有關啦。咁啊～但係咧，就大家咧，即係唔可以唔記得咧，就係其實我哋仍然咧係有機會出現一啲極端寒冷嘅天氣事件。咁啊，一個表咧就好清楚話到俾大家聽啦。香港天文台最低試過幾多度啊？啱啱好，好易記嘅啫，啱啱好0.0度。哇！真係好難想像係嘛？係啊，係好難想像啊，因為係100多年前嘅啦，這個唔係1993年發生嘅，1893年發生嘅。我哋當其時曾經天文台錄到嗰個最低氣温係0.0度，咁啊呢個咧就係即係有記錄以嚟即係最凍嗰日，1893年1月18日。咁啊英文呢度唔重複啦，不過你可以從張相可以見得到咧，其實即係啲橋啊等等咧都係即係結曬冰嗰種嗰個樣嚟嘅嚇。咁根據即係當其時嘅記錄啦，天文台就0度啦。咁一個太平山山頂咧就大概係即係-4度。咁亦都有一啲即係嘅報告咧，係講緊大嶼山啦，同埋大帽山咧，基本上係有少少白色嚇，唔知係積雪啦，定係點樣嘅情況。咁總言之就係即係係有啲白色啦嚇，咁係有啲結冰嘅情況。咁近身啦，其實。我哋都即係唔係未經歷過一啲咁嚴寒嘅天氣嘅，咁啊2016年1月24至25日啦，咁我亦都係一個寒潮咧，係橫過咗華南啦，咁亦都係即係嗰個氣壓咧係升到即係破紀錄嘅新高1037，即係通常係講一個氣壓越高咧就會係越凍嘅。咁高地亦都曾經出現過低於0度嘅温度啦，咁啊見到大帽山有結霜啊等等呢一啲咁嘅情況咧係出現嘅。
咁呢度係即係當其時影到嘅相啦，咁啊見到其實同100年前咧嗰張畫咧都係類似啊，都係有啲結冰嘅情況係出現嘅。咁大家如果仲有印象嘅話咧，就係即係大帽山嗰邊咧，就係即係非常之跣啦嚇，因為結咗一層好薄嘅冰喺嗰條路上面啦嚇，一陣間會再提到呢樣嘢嘅。咁所以咧，雖然即係喺依個全球變暖嘅情況底下咧，嗰、那個寒冷天氣咧係會越嚟越少。咁但係咧，我哋都唔能夠完全排除佢即係會再出現嘅。咁依啲都係即係我哋香港有可能會出現嘅災害。你可以想象得到會是一種即係多重嘅災難嘅事件去發生，即係譬如個風打埋嚟，咁亦有啲即係低洼地區會有水浸，同時間會出現一啲好大嘅雨啊，好嚴重嘅山泥傾瀉啊等等，一連串嘅災難事件係可以同時間發生嘅。咁呢個係即係我哋要留意咯。咁過往係的，而且確係香港比較幸運未出現過一啲好重大嘅災難事件，咁但係未必代表將來唔會發生。另一個災害就係即係暴雨啦，暴雨通常就係5月至9月發生嘅，咁就通常都係同熱帶氣旋啦，或者西南季候風啦，或者一啲低壓槽經過香港嘅時候咧，就會發生一啲暴雨嘅情況。咁下面呢個表咧就係即係一啲記錄啦，譬如係一個鐘頭我哋錄得嗰個最大嘅雨量就係145.5毫米，咁啊2008年嘅一場大雨咧所造成嘅。咁兩個鐘頭嘅大雨記錄咧都係依一場雨所造成嘅。咁去到6個鐘、12個鐘咧就係另一場啦，1926年嘅一場大雨導致嘅嚇，如此類推啦。咁見到咧都可以去到好誇張嘅，譬如係即係24個鐘頭咧，原來可以香港錄得即係690幾，即係接近700毫米嘅雨量，咁係即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數嚟嘅。咁暴雨會造成啲乜嘢嘅影響咧？最大嘅影響就係即係水浸啦。啊，咁呢張係1966年嘅暴雨嘅一個事件啦，咁喺北角嘅地方咧就係即係出現咗好嚴重嘅水浸啦，同埋啲車就跣曬落嚟啦，咁呢個係即係當其時嗰個情況啦。另外一個影響咧就係即係好嚴重嘅山泥傾瀉啦，咁1972年玉和道附近嘅即係嘅山泥傾瀉啦，咁成層樓咧係俾啲山泥咧係批走咗，咁造成人命嘅傷亡嘅。咁所以咧，係暴雨咧都會係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係一個災害嚟嘅嚇。咁另外啦，近身啲啦，咁可能後生少少嘅咧，可能仲記得咧2008年6月7號咧有一場暴雨。咁呢個咧就係當其時大嶼山大澳事後嘅情況。咁你見到咧，基本上即係大澳附近咧好多地方咧係都係有一個山泥傾瀉出現嘅一個情況。咁呢個咧就係當其時就北大嶼山高速公路嗰個水浸嗰個情況，你見到成條路咧基本上係俾啲山泥冚住曬咧，係 block 曬成條路嘅。咁當其時就應該係即係機場同埋即係市區應該係通唔到啦。咁所以都可即係呢一類嘅山泥傾瀉嘅事件咧，都可以對於即係社會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影響嘅。不得不提就係干旱啦。咁啊，1962、1964年，其實1962年咧都係即係嗰個雨量已經係偏少噶啦。咁當其時就只係得1741。咁去到1963年嘅時候咧，個雨量咧就更加之少。咁去到即係901，基本上就係我哋即係過往咁多年雨以嚟咧，嗰、那個年雨量最少咧就係呢一個記錄啦，901毫米。咁制水啦嚇，小朋友可能想象唔到呢一個情景噶啦。當其時咧就係即係要排曬長龍咧，就係即係等攞水啦。咁4日咧就先至供水一次嘅。咁我都未經歷過，都係要睇翻報紙先知嘅啫。咁但係咧喺呢個氣候變化嘅情況底下，根據我哋嗰個推算咧，依一類咁嘅情況，依一類咁嘅極端乾旱嘅情況咧，唔係完全冇可能出現嘅。咁所以咧，第時咧都係要應對依一類嘅災害，諗下即係應該點樣去點樣做啦。
風暴潮咧就係一個熱帶氣旋咧，就係逐漸挨近香港嘅時候咧，佢嘅風力咧就係將嗰啲海嘅水咧就推向岸邊。咁你岸邊係如果係低洼地方嘅話咧，咁佢就即係有可能會係水浸啦。第二個影響咧，就係因為熱帶氣旋本身係一個低壓嘅中心嚟嘅，咁所以咧成個海面咧就會俾佢咧就係即係吸高咗啊。咁佢經過香港嘅時候咧，那個海平面就會即係抬升啦。咁我哋低洼地方咧，亦都有可能係水浸。歷史上面有一啲曾經發生過一啲非常之嚴重的風暴潮嘅，譬如係1874年嚇，當其時咧喺香港嘅時候咧，就死亡人數咧估計係大概應該係超過2000嘅。咁你2000係淨係香港係2000啫喎。咁你可能諗2000都唔係好多啫，心裡面諗2000都唔係好多啫。但係你可以想象1874年香港咧嗰個人口咧，其實唔係咁高，唔係好似而家咁700多萬嘅。咁所以咧，二千人嚟講，都係佔嗰陣時香港一個相當之高嘅比例。咁正正就係因為即係依一隻嘅熱帶氣旋咧，其實就係1874年嘅熱帶氣旋咧，就促成咗天文台嗰個成立嘅嚇。咁所以依個對於我哋有歷史嘅意義啦。咁去到1906、1937啦，就係兩次都係非常之嚴重嘅風暴潮，淨係香港超過10000人咧係死亡嘅嚇。咁再近身啲就係1962年嗰陣時候溫帶，咁死亡人數就大概大概係183度。咁其實依一類嘅風暴潮咧，如果我哋睇翻當其時嘅熱帶氣旋嘅路徑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共通點嘅，佢哋都係經過依一個呂宋嘅海峽，冇撞過陸地嘅嚇，一路喺個海上面殺埋嚟嚇，咁跟住咧就喺香港附近登陸。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通常一個熱帶氣旋，如果佢係冇經過陸地嘅話咧，通常佢嗰個強度咧就係得以保持咧，咁就會係即係以一個非常之強勁嘅強度咧，就係即係影響香港。咁所以咧，下一次如果大家見到咧有一啲熱帶氣旋，如果我哋嗰個預測路徑咧都係類似嘅話咧，咁大家可能真係就係要小心啲啊！咁近年咧，1962年嘅溫帶啦，咁近年其實都有嘅天鴿。2017年嘅天鴿同埋2018年嘅山竹，大家都仲記得啊？嗬，咁當其時即係當然即係香港比較幸運啦，我哋即係冇死亡嘅數字啦嚇，兩個颱風都冇死亡嘅數字啦。咁但係其實澳門嗰邊係有噶天鴿嗰陣時，咁大家都可能即係仲有啲印象。咁所以咧係即係要有一個咁樣嘅危機意識喺後面啦。咁另外值得一提咧就係即係嗰個山竹咧，其實我哋喺好多地方咧都錄得一個即係破紀錄嘅風暴潮。咁但係咧山竹咧。即係一直都講咧，香港的而且確係一個福地嚟嘅。山竹當其時咧就撞唔正嗰個天文嘅大潮，或者天文潮嗰個高潮位。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佢加埋落嚟，總共嗰個海平面咧就即係未去到即係破紀錄嗰啲水位咁高嚇。但係咧，如果我哋真係唔好彩。係山竹咁樣嘅強度，咁樣嘅路徑，又再加埋我哋係即係天文大潮嘅話咧，咁就可能嗰啲水位咧就會去到溫帶，甚至乎更高都未定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要即係時刻咧係即係要警覺嘅嚇，要有一個危機意識。咁下面咧就係即係依啲風暴潮破壞咗之後嗰啲相啦。有冇人知道1874年呢張相大概喺邊度啊？冇人認得啦，而家應該依張相就係、是香港仔嚟嘅，應該係咁跟住依張相有冇人認得去邊啊？近啲啦，依個1962年溫帶大埔，仲有冇沙田？沙田嚟嘅，沙田邊度啊？我原本都唔知依張相喺邊度嘅，即係我兩年前咧去 present 依張相嘅時候咧，我問過啲在座觀眾，居然有人答得到我依張相大概喺邊一個位。咁我未驗證啦，未 fact check 依一個係咪正確。咁但係咧有觀眾咧就話俾我聽，依張相咧嗰個正確嘅位置咧就應該係即係大概係而家嘅好運中心嗰個位嚟。咁有冇人住沙田㗎？
有，我以前都是住沙田的，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小心啦嚇，即係希望條城門河嗰啲河堤咧，就即係擋得住啦嚇。下一節，香港天文台科學主任唐恆偉會同大家分析社會及個人層面如何應對極端天氣嘅方法，提供一系列應對極端天氣嘅策略。而香港红十字会医护服务部经理吕秀兰会同大家介绍不同的避灾训练活动和避灾服务。其實我哋一直都做即係唔少嘅工作啦，盡可能係即係話俾市民聽，即係其實香港其實即係過往其實係即係屬於比較幸運嘅情況底下，都冇乜好重大嘅天災咁，但係呢一個咁樣嘅幸運係即係唔係必然嘅。咁我哋覺得呢一個信息要好清楚咁同市民去溝通，咁同埋喺呢一個氣候變化嘅情況底下，呢一啲咁嘅極端嘅天氣、極端嘅天氣事件咧，會越嚟越出現得頻繁。我哋身處嗰個香港，其實有可能有啲乜嘢嘅災害會發生。咁我哋究竟係全球暖化之下，我哋知道呢一啲極端嘅天氣會係越嚟越多，咁我哋係點樣去應對咧？咁基本上咧都係即係三個範疇嘅啫，就係減緩、適應同埋應變。減緩就係好簡單啦。我哋既然知道個始作俑者咧就係我哋嘅二氧化碳、我哋嘅温室氣體嘅排放，咁我哋第一樣嘢要做治標治本咧，第一樣嘢要做咧就係減少嗰個温室氣體嗰個排放嚇。咁做到咁梗係最好啦。如果做唔到，咁我哋預期咧嗰個極端天氣嘅事件咧都係會係增加噶啦。咁如果啲極端天氣事件都係會增加嘅話，咁點算咧？咁我哋就要去適應啦。我哋要適應，盡量適應。譬如係乜嘢啊？起高啲河堤啊，等等啊，擋下啲水啦咁。咁但係咧，有一啲極端之中嘅極端咧，我哋避都避唔到噶啦嚇。適應你冇理由起到嗰埲牆喺你個海邊嗰個豪宅起埲十米高嘅牆，咁唔得噶嘛，係咪？咁你避都避唔到嘅時候咧，咁你就要諗應變啦。如果真係發生一個災害嘅情況，你要走，啲人係要點樣走咧？走咗之後，你仲要諗嗰個社會點樣去恢復，去翻一個正常嘅情況咧？咁呢一類咧就係涉及到應變啦。咁所以係有三個唔同嘅範疇。自己方面，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啦？頭先講咗啦，節能啦。低碳的綠色生活啦，當然是減少駕駛啦，盡量搭公共的交通工具啦，咁減少廢物啊，盡量去循環再用等等嚇。咁開始咧，我哋要進入第二個範疇啦。記得我哋頭先所講咧，就係要應對氣候變化咧，有三樣嘢嘅，就係減緩啦、適應啦，同埋依一個應變。適應咧，咁其實政府部門咧，其實都做咗唔少嘅功夫嘅。譬如係一啲公務嘅部門咧，佢係會即係加固嗰個海嗰個堤壩啦。咁亦都城市規劃咧，會盡量考慮嗰啲氣候嗰啲因素啦，即係減少嗰個熱島效應啊等等啦。咁亦都渠務署嗰方面咧，就其實係做咗唔少嘅功夫咧，希望去即係儲住啲雨水，咁啊等出現一啲極端降雨嘅時候咧，咁啊市區咧就冇咁容易水浸。咁另外一啲政府部門咧，亦都係即係盡量咧去盡量去減少水浸同埋山泥傾瀉嗰啲風險啦。咁其實想講嘅就係即係有危亦都係有機嘅。咁即係呢一個咧就係所謂嘅海綿城市咧，就係其實渠務署倡導嘅一個。即係計劃啦，咁其實詳細我都唔係太熟，咁但係其實佢哋就係嘗試咧，就係即係等喺嗰個城市喺落雨嘅時候咧，就即係收集去雨水啦，盡量減少嗰個水浸嗰個影響啦，咁同埋咧就平時儲咗啲水咧，就可以攞嚟淋下花啊等等，咁其實咧所謂有危亦都有機咧，咁其實喺
應對氣候變化的時候，其實都可以創造一個比較理想的環境，即有個公園仔啊，俾大家咧就可以係挨下喺啲水邊啊等等。咁但係咧呢一啲咧喺一啲極端降水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都可以變身為一個蓄洪池啊等等咧，就蓄住啲水咧，就等啲雨過咗咧，等啲水慢慢先至流走。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嘅適應嘅措施嚟嘅。咁另外就係土力工程署啦，其實亦都係適應嘅措施，佢哋都係起咗一啲堤壩擋住一啲泥石流啊等等啦嚇。氣候嗰個應變嗰個能力，咁分開幾個階段啦。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做好嗰個監測個工作。亦都進行一啲所謂嘅脆弱性嘅研究，我哋好似我頭先話齋，要知道我哋自己本身有啲咩缺點先嚇，要知道我哋自己本身有啲乜嘢嘅災害會有可能發生先。咁跟住第二步咧，就係我哋要加強嗰個預早嘅警報啦。咁呢個咧就係天文台嗰個好重要嘅一個責任啦。譬如我哋要提升我哋自己嗰個預報嘅能力，盡早去預警一啲極端天氣嘅發生啦，譬如我哋做好我哋預測颱風路徑嗰個工作啦等等，咁啊亦都係要制定一啲應變嘅計劃啦嚇，咁呢個就唔止係天文台嘅工作啦，咁啊成個社會都係需要嘅，咁啊有時候咧就係需要去演習啦，咁等大家唔淨止係政府部門，亦都係包括市民咧係需要去熟習一啲依一類嘅應變計劃啦。咁誒，亦都係適時要更新呢啲災難同埋緊急嘅應變計劃啦。好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淨係社會淨係依一個政府去做咧，就唔係好得嘅嚇。我哋一定要同私營嘅機構啦，甚至乎係社會各界咧，要事前咧就要做好嗰個溝通。你嗰個溝通就唔能夠等個災難發生咗，你先至走去揾嗰啲私營機構啊，或者係社會嘅持份者，咁樣就唔得嘅。一定要事前就要做好嗰一啲嘅溝通，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提高嗰個社會嗰個意識啦嚇。咁因為咧你前面做咁多嘢咧，如果你嗰個社會係冇意識，係冇嗰個危機意識，唔識得去發生災難嘅時候唔識得走咧，你前面做咁多功夫咧，其實都未必有用嘅。咁啊，依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就係我哋係為大澳嘅水浸，因為大澳嗰邊就好容易水浸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係做天文台咧就做好我哋監測同埋預測風暴潮啦。咁我哋如果留意得到大澳翼嗰邊有可能發生水浸咧，咁我哋就會透過啲 SMS 啊，就通知各政府嘅部門啦。咁啊，包括政府部門渠務處啊，同埋大澳嘅村代表啊。咁啊，如果係有需要嘅話咧，咁啊大澳村嘅居民咧就係可能係要因應個情況咧，係需要去撤離咧，都未定嘅。咁事前咧就係要做好溝通噶啦，咁亦都咧定期咧就會要為依一個咁嘅應變計劃咧做一啲演習嘅功夫嘅。咁所以咧市民嗰、那個意識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依度咧就舉咗三個嘅唔同嘅例子，兩單都係同一單啦。咁就個意識個問題啦。咁明明我哋係發出咗結霜啊，或者係寒冷天氣警告咧，咁大家咧就係哇正壓 like 影相，咁可能帶曬啲相機啊，或者哇好刺激啊，咁跟住咧就上曬個大帽山度，結果咧就係當其時寒潮發生嘅時候咧，就係成條路咧都係結曬冰。咁啊，結果咧就係好跣啦，好多人去受傷啦，亦都係要麻煩到一啲消防處嘅同事啦，就係要幫手做一啲救援嘅工作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追風啦。咁我哋亦都講咗好多次咧，其實我哋掛咗嗰個熱帶氣旋嘅警告信號嘅時候咧，市民咧就要留意自己個安全。咁你係企到個海咁近咧，咁就係相對地係非常之危險嘅一啲動作。咁依啲咧就係講緊嗰個公眾教育啦，同埋嗰個意識嗰一部分。就算我哋嗰個預測，我哋 100% 準確，嗰條路徑我哋預測得好好，嗰、那個熱帶氣旋個強度預測得好好，我哋發放嗰個熱帶氣旋嘅警告信號係做得好好，俾曬預警啊，幾時咧掛8號風球，幾時掛10號風球咧？
都未必有用的，因為如果我哋即係市民係冇嗰個意識嘅話咧，其實都仍然會係即係會有危險嘅情況出現嘅。咁去我最後總結嘅部分咧，就係面對氣候變化咧，政府梗係要做好嗰個減緩啦，同埋即係適應嘅工作。咁極端天氣咧，我哋預計都係會越嚟越多噶啦。咁我哋天文台會繼續做好嗰個氣象監測同埋預測嘅工作啦，盡早作出警告。咁但係咧，市民咧亦都係要積極配合，即係除咗係嗰個減排措施之外咧，亦都要提升嗰個自己對於自然災害嗰個意識咧，為災害咧就係提早作出一個準備。多謝大家。面對熱浪侵襲，最受影響嘅會係邊個？你唔會以為北極熊啊？其實最受影響的是長者和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特別是獨居的長者，因為他們不可以依靠家人的照顧，在酷熱天氣底下真的很難捱。到底有哪一個可以幫到他們呢？香港紅十字會工作包括緊急救援及避災。香港红十字会医护服务部经理吕秀兰会为大家介绍不同的避灾训练活动，针对易受灾群体的需要提供避灾服务。在我们国际红十字会的层面，其实刚刚在九月我们都已经推行一个新的一个计划，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个气候变化，大家都尽一分力，可以有一些态度上面的改变。在香港来讲，其实我们都会做多一些公众教育，又或者是面对着一些高危的群组，例如是讲他都是低洼地区的居民，又或者是老人家，他们当他面对着一些气候变化或者是酷热天气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受灾的，我们希望可以做多一点服务。有哪一些群体会很容易要会面对灾害的呢？这个婆婆就是我们上年去做了一个独居长者探访，探她的一个情况。她是一个独居长者，当然也是有些长期病患的，因为她之前塞過三條血管，所以面對著一些很熱的天氣，其實他很容易會發病。另外就是因為一個人住，其實你都知道老人家很慳家，所以他又不想開風扇，又不想開冷氣，要慳電，所以他們日頭的時候，他們就會落中心號坐，差不多要夠鐘煮飯了，他們就會回家。其實他煮飯吃飯，他都是在走廊那裡做這件事的，因為屋裡面是太熱了。他很幸運的叫做，因為他的屋剛好是在走廊的尾，都有些風回來，要這樣去生活。這個服務呢，其實在紅十字會來說，人道行全關愛我們做了接近20年了，但是呢過去很多年我們只是冬天才會做。剛才我們都聽過一些資料，就是有間時冬天的日數都會多的，但是現在是越來越少冬天，所以這兩年我們就加了夏天我們都做這個服務。你說你上去做什麼的呢？去年和今年我們都是探了百多户的老人家，其實上了去就當然是都給他們一些關懷。另外呢，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都會看看其實他們去準備去面對酷熱天氣的時候的能力究竟有沒有呢？他們會不會風扇已經用了很多年都已經壞了，我們要幫他換呢？又或者他們身體狀態上其實都是差一點，我們要幫他去跟當區的一些的非牟利團體去講他的狀況，有人去跟進他的服務呢？希望透過這些的探訪，我們可以令到真的受到這個酷熱天氣影響的群體可以得到一些的幫忙。除了老人家之外，其實我估計大家都會很熟悉香港有一個特別的生活的狀態，就是"劏房戶"或者是一些我們叫做板間房的朋友。我們上去其實頭一兩年都是主要做防火的教育工作的，其實我們夜晚黑上去都走到身水身汗，也感受到其實酷熱天氣對他們的影響。因為在一個板間房的狀態裏面，其實有可能有時他們家裡會沒有窗，空氣流通是很差的，也是大家我估大家想像到，因為他們的電力其實是幾個單位是一起去用，所以他們都會很擔心其實電力負荷方面會不會都很艱難呢？我們有時想跟他們聊天，他們都說晚上我不敢開冷氣，或者開到涼涼地我們就關掉了他，晚上
瞓覺就唔用冷氣噶啦，咁又可能一把細風扇就算啦咁。又或者板間房咧，佢哋根本上冇辦法咧，可以將啲風扇咧可以釘好或者安裝好喺牆嗰度，因為木板。咁所以去到同佢哋去溝通嘅時候咧，你會見到譬如啲電線又會好混亂啦咁。咁所以我哋啲義工咧都會同佢哋做一啲嘅屋企嘅，我哋叫一啲嘅評估工作啦。會唔會係冇一啲嘅風扇啊，或者風扇好舊啊，電線方面要揾專人上去執整啊，或者拖板已經係塌咗好多個，我哋要買多幾個拖把俾佢用啊咁。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服務去回應翻，其實天氣而家越嚟越熱啦，我哋都確保佢哋生活係安全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都會有呢啲嘅避災嘅教育工作。第三啦，我諗即係頭先都有提過啦，其實打風咧呢幾年都好犀利。天鴿同埋山竹咧，我相信大家都好記得，曾經係舊年同埋前年嘅十號風球啦咁。大家認唔認得呢張相？其實係邊一度嚟啊？大澳。其實喺天鴿發生之後咧，其實我哋就發現大澳裏邊嘅居民咧，其實需要嘅支援咧係好多嘅。嗰次亦都講真啦，大家嗰個準備咧冇山竹咁多，咁所以佢哋咧就經歷過天鴿之後，佢哋就發現，尤其是裏邊住咗好多獨居長者啦、老人家啦，面對災難嘅時候，佢哋完咗天鴿之後，周圍都係垃圾啦。啲垃圾沖埋去屋企啦，屋企裏邊咧電器又壞啦，好多垃圾咧其實都浸爛曬啦，屋企啲傢俬咁，咁點樣樣揾人幫忙咧？佢哋的而且確天鴿嘅時候咧，因為浸得好高啊，咁所以佢哋都去咗一啲嘅叫做臨時嘅收容中心啦去暫避。但係我哋聽翻佢哋講咧，直情係講緊你去到暫避嘅情況之下，你連毛巾都冇，你成個人都濕曬啦，亦都冇衫換，噏住好多個鐘頭。亦都翻唔到屋企，咁點算咧？咁所以經歷咗天鴿之後咧，我哋就同湯區嘅一啲嘅合作團體啦，咁就喺2018年6月咧，我哋就動用咗我哋義工同埋同事咧，就探咗200多户嘅長者同埋居民。咁其實同佢哋傾偈咧，話其實做咩㗎咁？其實落到去嘅時候咧，我哋會問翻佢山竹嘅時候打風，其實你係經歷過個狀態係點樣嘅咧？咁有啲伯伯咧都好坦白嘅。同我哋分享，你問我啊，打風，慣噶啦，年年就風都係咁打噶啦，咁我哋就問翻佢，咦，咁山竹嗰次有咩特別啦？咁佢話：哇，我都冇諗過啊，其實咧，我不嬲都預計噶啦，打風咧應該咧嗰啲水咧就浸到去大概有可能呢個位咁先算啦，咁但係咧。估唔到山竹嗰次咧，其實浸嗰個位咧係遠超於佢嘅想像，所以佢諗住其實望住嗰個水位係去到嗰個位咧，應該就水退，咁佢就諗住係好安樂啦咁。但係原來咧啲水係浸得比佢想像中高，咁所以有啲就被困啦，有啲咧就佢好好彩嘅，佢有二樓嘅，咁係即刻跑上二樓嗰度暫避啦咁。咁呢個係我哋同佢傾偈嗰個途中嘅發現啦，其實而家嘅海平面個水。升高了那么多，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一有风球呢，其实个威胁会很大的。另外呢就是有很多他们都自己住啦，其实他们对屋企的感情很深，所以你叫他你有什么事你不如就不要理屋企的东西啦，你去离开这里啦，你去暂避啦，他们都会跟你说我死都不走啦。嗰屋企我自己祖屋嚟噶嘛，咁我點都要喺間屋度留守噶啦，咁所以我哋義工同埋同事去到咧就要提佢啦。你遇到呢啲情況之下咧，你點樣樣要確保自己安全啦？真係去到某一個位咧，一定要走噶啦。如果你唔走咧，你就起碼嚇有個水泡喺側邊，又或者我哋都會帶翻個概念俾佢哋咧，有個求生包。咁你攬住個求生包，有咩事嘅話咧，裏邊有啲重要嘅文件啦，你自己一啲電話嗰啲嘢咧，容易啲，你真係走嘅時候咧都可以幫到手喎咁。咁我哋同佢再傾偈嘅時候，都會再問清楚佢嘅。當再有風球嚟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有義工去打電話俾你提你要走啊？又或者其實你會點樣樣去做啊？咁我哋做曬一系列嘅記錄。另外咧，你見到有我哋另一位義工咧，好似喺度畫緊圖畫咁。因為咧大澳嗰度咧，其實嗰啲排屋咧，其實排得好混亂嘅，而佢哋個地圖咧，地震嘅地圖咧，都係一 part 一 part 咁一嚿咁就一個 area 啦咁。咁我哋就去做探訪嘅時候咧，就真係逐格逐格幫佢 mark 翻，譬如呢一度咧就係一號，呢度就係二號，咁就我哋就幫佢排翻曬啲 number， 盡量令到咧去到下一次如果咁唔好彩，真係要做救援工作嘅時候咧，起碼。如果有人話我哋係喺邊條街嘅13號棚屋，佢哋望到個地圖都知道大概個位置喺邊度啦。
一年之後又另一個十號風球嚟啦。不過嗰次嘅山竹嘅到嚟咧，咁大家嘅準備功夫做得好好多嘅。咁政府都已經好早預知咗，咁通知大家啦。咁天文台又出曬一啲嘅提醒啦。咁所以我哋喺十號風球之前咧，九月十五號咧就當區嘅一啲嘅社工啦，咁都聯絡咗我哋啦。啊，你可唔可以揾啲義工嚟幫手啊？咁我哋就動員咗咧50位嘅義工同埋同事咧，咁就去到大澳咧。就係啦，逐家逐户咁樣樣咧，去提佢哋啦。啊，有啲咩情況之下你要撤離啊？幫佢哋咧，其實將一啲嘅家私電器咧，其實有機會可以升高嘅咧，就幫佢升高咗佢，咁啊，免得一陣間水浸嘅時候浸爛啦咁。咁同埋你會見到咧，有位義工咧喺個門口嗰度貼緊嘢，因為頭先都所講啊，有啲嘅長者咧，佢都會同你講我唔走噶啦咁樣。又或者其實有啲係坐輪椅啊，佢根本上冇能力自己去離開嘅。咁我哋就會喺門口嗰度幫佢做一啲嘅記認。咁如果消防過去做拯救工作嘅時候咧，咁起碼佢會知道住喺呢一户嘅朋友咧係需要有一個救援嘅工作嘅咁。咁好啦，即係除咗大澳之外咧，當然喺上次山竹啦，我哋都向咗129個嘅地區機構咧發出一啲嘅資訊嘅，咁啊提佢哋啊，如果山竹嚟啦咁希望佢哋將一啲有關信息咧轉俾佢哋嘅服務使用者啦。咁同埋咧，頭先都講過啊，因為喺天鴿嘅時候咧，浸到濕曬，佢哋就算去庇護，即係臨時庇護中心咧，都冇衫啊，冇毛巾用。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預先咧喺個風未打之前咧，就要將500多套嘅衣物啊、日用品咧，其實就運咗去大澳啦、薄扶林村啦、北區，譬如粉嶺、大埔啊啲臨時庇護中心嗰度咧，擺定喺度先。因為都坦白嘅，十號風球，我哋同事同埋義工都未必出到車可以去拎物資俾佢哋，咁所以呢啲預備嘅工作咧，我哋就喺打風之前做好咗啦。咁另外啦，咁當然都會聯絡翻受影響、容易受影響地區啦，大澳啦、鯉魚門啦、薄扶林啊、元朗北區啊呢啲咧嘅合作夥伴嚇，咁提翻佢哋，紅十字會可以咧喺災後咧都會提供一啲嘅服務，可以支援服務嘅，咁有需要嘅時候就 call 我哋啦咁。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嗰晚咧，其實夜晚黑咧已經開始招募我哋義工咧。我仲記得咧，其實落風球嗰個星期一嚟嘅，咁所以星期一我哋就翻工啦。雖然啲樹咧已經冧曬，大家即係交通方面好唔方便。咁但係我哋做緊急服務咧，咁所以星期一嗰日我哋都開始翻工，咁就去聯絡翻唔同嘅機構，我哋應該點樣提供服務咧咁樣。咁啊，而我哋嘅義工咧，其實已經喺嗰個禮拜二至禮拜五咧，其實已經咧係做曬登記，去準備定，如果邊一個地區有需要去做災後服務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出動啦。咁跟住啦，嗰幾日啦，咁我哋做咗啲咩咧？咁頭先都講，尤其是容易浸嘅地方咧，佢哋有好多咧嘅老人家咧，屋企有可能啲沙泥入咗佢屋企啦，嗰啲家居咧，其實嗰啲家具有可能已經浸爛咗啦。咁所以跟住嗰幾日咧，我哋就去咗大澳啦。西流江啦、吉澳啦，一啲獨居長者嘅朋友屋企啦，咁就幫佢咧，其實清潔家居，咁啊，希望令到佢哋嘅日常生活咧可以盡快回復啦。咁嗰幾次咧，我哋都動用咗52位嘅職員義工，探咗160多户嘅即係朋友，咁就希望佢哋可以災後咧盡快可以回復佢哋嘅生活啦。好啦，咁就仲有啦，咁啊，除咗你話啊一啲嘅特別嘅服務之外咧，其實我哋覺得咧。平時的服務的訓練也是重要的，因為除了剛才所說我們一些的公眾教育大致上可以 提醒大家、啊、其實呢有些什麼你要做哪些的、記得你一定要提升你們的意識啦，但是呢我們也有一班的義工啦和、當區譬如大澳的一些義工呢他們隨時呢都要去幫手咧，去做一啲嘅服務嘅。咁啊，確保佢哋安全咧，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啲義工嘅安全訓練啦。揾師傅教佢哋啊，點樣樣去提升啲雪櫃啊，或者電器啊咁。因為做義工都需要確保安全嘅，或者一啲嘅安全嘅評估啊咁樣樣啦咁。咁啊，同埋都帶啲義工咧去大澳實地咁樣樣去睇翻嗰個狀態。咁如果佢哋下次真係有風嚟嘅時候咧，當佢哋去幫手咧，咁就更加可以順利啲，同埋可以直接啲啦。听完今集的讲座，令我想起一个很愤怒的少女。她说人类要死了，整个生态系统都面临着崩溃，我们正处于大灭绝的起点，但你们竟然还在讨论金钱和经济永恒增长的童话，你们怎会够胆这样？
佢就係《時代》雜誌2019年度風雲人物瑞典環保少女通貝尼。佢喺西班牙出席聯合國氣候會議嘅時候發表演講，批評多個政經領袖誤導公眾，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面講一套做一套，欠缺真正行動。自2018年8月起，他經常隻身前往瑞典國會前舉起為氣候罷課的標語抗爭，要求政治人物採取行動對抗氣候變遷。我以前放學的時候，每一天都會去回收一些學校裡面的垃圾的，所以當時咧啲同學會叫我做垃圾婆啦。咁即使係咁樣都好咧，我都仍然好堅持每日放咗學咁樣去做。咁原因係我覺得我哋有居住喺呢個地球嘅權利啦。咁我哋就有保護呢個地球嘅義務。咁當然啦，而家潮流就係興環保啊嘛。咁但係變相就好多人會想去消費佢，所以我希望大家會學識。打從心底裏面去愛護這個地球、這個世界，以及跟這個地球上面不同的物種和平地相處。全球暖化是整個世界都要面對的問題，希望大家不要再等待，要立即行動。